成績公佈，以下是女子丙組100米欄成績。第三名倪曉彤 SPCS 18秒24，第二名梁樂千 PAC 17秒77，第一名楊迪森 HBAA 17秒20。請以上得獎運動員到頒獎台領獎。成績公佈，以下是男子丙組100米欄成績。第三名蔡家謙 SJACS 16秒31，第二名許俊傑 LSCAC 15秒74，第一名馬俊熙 WAC 15秒20。請以上得獎運動員到頒獎處領獎。